我们赶紧走吧，白芷，你别跟着我们了，我跟洪斐有话要说，人多容易引起注意，快走。好吧，我们也走。 多谢相救，我洪斐向来恩怨分明，今日少庄主之恩，他日我必当涌泉相报。你本就不是凶手，我不过是说出实情，你本就不该承受此等冤屈，当务之急是找到真正的凶手。妖女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给我上！